TWICE 试巡结束之后，将会有更多惊喜的活动内容哦。最近 TWICE 登上了美国脱口秀节目 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， 在里面表演了 The Feels 哦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。然后另一条消息就是 TWICE 那年会作为 TWICE 的第一人发行个人 solo 专辑，那年将会于6月24日发行他的首张迷你专辑 I'm Lion， 以 solo 艺人的身份出道。基金公司公开的预告片中呢，在托盆摆放着粉色的背景和可爱优雅的道具哦。新专辑 I'm Lion 不仅意味着本名 Lim Lion，还包含了 I'm Nio， 就是我就是那年的自信感哦。然后 TWICE 今年会乘胜追击，在世界巡回演唱会结束之后呢， TWICE 会在今年展开个人、小分队、组合等多种活动。 Solo 的第一棒那年的专辑 I'm Nio 将会于6月24日下午1点在各大音乐网站跟大家见面哦，敬请期待吧。